云门舞集和国泰金控共同打造的国泰云门随行吧系列活动，第一波活动与云门共舞社区巡演，这个周末假期是来到了花莲车站前广场起舞。尽管午后还是艳阳高照，不过吸引了上千的民众席地而坐，享受充满艺文气息的周末。云门舞集社区巡演自2001年推出，安排舞者进入公共空间，与民众近距离感受云门魅力。过去曾多次造访花莲，去年原本受邀太平洋左岸艺术季演出，因为疫情影响取消。今年与国泰金控共同打造国泰云门随行吧系列首播活动，与云门共舞社区巡演。巡演四个县市，首站6日7日下午4点在花莲车站东站广场带来精彩绝伦的70分钟表演，吸引许多民众席地而坐欣赏。与云门共舞节目由云门舞集艺术总监郑中龙一手策划，不同于舞台和观众席界限明确的室内剧场演出，更直接走入大众日常生活，和民众近距离互动。演出包含定光、在路上、一个蓝色的地方等，更重要的是邀请民众与舞者共舞，让民众亲自感受跳舞的律动感。云门舞集时隔3年再访花莲，更是创团以来首度进驻台铁车站演出，两天超过1000人席地欣赏，包含花莲车站站长杨顺安也带着家人前来见证云门舞集魅力。与云门共舞社区巡演接下来在云林县立体育馆、日月潭象山游客中心与台南市立图书馆新总馆陆续登场，欢迎民众把握机会近距离感受云门舞集的魅力。记者蒋邦彦，花莲市报道。